再冷再冷的风也不会冰冻，再热再热的天也不会消融，再远再远的你也总在我心里，你是我生命里灿烂的笑容，永远永远的爱就是那真情，永远永远的爱你我一条龙，永远永远的歌颂在我心间，一千年等来的难得，炽冷炽热的牵挂就在不知不觉之中，可知那思念的长街完成着了多少梦，有苦有甜的日子就在离别重逢之中，登上着那爱的本意，从未感觉那岁月匆匆。炽冷炽热的牵挂就在不知不觉之中，可知那思念的长街能撑住我多少梦，有苦有甜的日子就在离别匆匆之中，登上着那爱的本意，从未感觉那岁月匆匆。你不能去呀、就算为了我你也不能去呀、你干什么？你知道我要做什么？你知道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你的心思我还不知道吗？你毁了场子，然后救出孩子，去找金城国拼命，我求求你不要去。不要管我，二郎，二郎，给我订一张后天飞往澳门，再飞往旧金山的机票。是。金城波嫌疑最大是吗？是啊，如果你让我说，我认为100%是金城波。哎，我也这么认为。
们是谁？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你听我说，你要撤回在大陆上的一切生意，乖乖回家。为什么？你别管，记住，撤回一切生意，现在三天时间，不然我们就撕票。千万不要报警，要报警的话，你孩子就没有命了。不，喂喂喂喂！我求求你，警察，我求求你，求求你，不要再管了，求求你！你放心，我一定要救回孩子。对于海外的一切投资者，我们要给予保护；对于那些犯罪分子，我们要严厉的打击。请放心吧。你好、啊。哎，小宝贝，小宝贝。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别哭了别哭了啊！我带你去找妈妈啊！啊，来喝点奶，喝点奶。啊、来来，喝点奶吧！啊，来来来来，喝点奶，喝点奶。来来来来来，哎，哎呀，嘿、哎，这怎么弄啊？这个，哎呀，哎呀，宝贝儿，啊，好好好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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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不杀我这，哎，这是啊啊来了来了，哎，你等一下啊，等一下啊，哎哎哎，妈妈，啊，孩子呢？干什么呀？啊，我，哦，你们是为孩子来的吧？这跟我没关系啊，都是金春波干的。都过来，都过来啊！过来，都过来一下。怎么了？站上来，站上来！哎哎哎，快点！都过来，都过来！上来，上来！怎么了？怎么事儿啊？很抱歉，我要告诉大家一个消息。你们，今天，从今天开始，你们可以回家了。我非常非常感谢大家，感谢大家对我们办厂的支持。可是，这个工厂从今天开始不办了，大家可以回家了。这是为什么呀？你赶紧说清楚了，怎么办啊？我就把这边做一个，这是。哎，我们好不容易又干起来了，你就这么一句话。就把大伙给打不回去了，这是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你跟我说呀！有说法呀！为了一个孩子，孩子，为了一个孩子，是谁呀？为了一个孩子，大家，我对不起大家，对不起，从今天开始，这个工厂不办了，大家可以回家了。好了好了，爸，不办了。怎么回事啊？爸，大郎，大郎，我在呢，大郎，你不能这样。大哥，你不能这么糊涂啊！厂子我们可以不办，但你不能这么毁了自己啊！是，你们不要管我，你们不要管我，不要拦我啊！不要拦我啊！让我走。不行，阿郎，你说什么也要听我这一次。阿郎，孩子找到了，在哪里？在下面，在下面。哎，来来来，跟我来，走。阿郎，小妹，孩子找到了，杨伯伯，杨伯母，锦红。找到了！哦，哎呀，你看，终于找到了！哎呀，不容易啊！
金城波，恭喜啊，这就叫机关算尽太聪明，反误了卿卿性命。阿郎啊，我又要批评你了。对于金城波这样的犯罪分子，你一定要相信政府，你自己还要跟他搞什么私下拼命，这是违反法律的。是的，我明白。一定要记住，这是在中国的北京。我明白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宋椅子都上哪儿去了？这怎么都没人了呢？啊，盖了新的牧场，还有啊，有了新的机械养羊场，啊，对了，就在那边呢，听说他们还要搞一个乳品制造厂，这个地方呢，他们待不下去了。其实啊，我还是挺喜欢这个地方的，总觉得。有什么东西好像留在这儿了。嗯，我也是。能不能像我第一次来的时候一样带我去参观一下？可以啊，你想到哪里去我就带你去吗？那我在这儿走一晚上。那我就陪你走一晚上吧。那要是碰到狼呢？那我就打他，打他不够我就让它吃掉了，当然我不会让你受到伤害的。那不好，如果要吃的话，就把我们两个一起吃掉。那不好，最好两个都不要吃。好，我们到那边去看看那个羊圈。哎，你看，看呢，这个地方它就是羊圈了。嗯。你知道吗？那羊啊，知道草在哪里，它们最喜欢吃草了。你只要把门打开，然后一轰他们，他们呢就呼，一直啊跑到那个山上去。哎，那就是我们的宿舍吗？你看，那我们的宿舍吗？哎，你看，对，你看呢？原来这个地方是一个大炕，好大的炕，晚上十几个汉子躺在一起，呼呼的睡大觉啊、大炕好啊，暖和，嗯，宽敞，宽敞，哎。可以在上面唱戏，嗯，还可以聊天，哎，可以唱歌，哎，很有趣的，很好。哎，我真想到草垛子里再看一下。你还记得那个草垛子吗？嗯，走，我们去看看。哎，这里小心啊，啊，小心。嗯，哎，你还记得吗？这个地方。那全都是草垛子啊，那是好漂亮。那个时候，时光真美啊。其实我也一样，有时候在梦里面，时常会想起他，会看到。这草垛子是做什么用的？草垛子，那是冬天的时候，牛羊吃的草料吗？但是有人告诉我，这草垛子是男女约会、谈情说爱的好地方。我讲的每一句话，你都记得是吧？啊，这里真冷啊，太冷了。要我把我的手臂。搭在你的肩膀上，搂紧一点吗？对，搂紧一点。对呀。当然是柴火，扭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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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不好？还是以前比较好。对呀。哎，现在几点？五点钟。五点了？哎，
今天是怡宝的生日，串门生，叫大家早点回去，大家一起庆祝啊！我们可没迟到哦，啊！红酒吧，啊！哎，红酒吧。怡宝，叫我什么呢？快叫大大！叫我什么呢？大大，叫大大，叫爸。我在想怡宝。但其实你是在家里照顾怡宝了吗？不是他。啊，你是在说你在想念我们在马来西亚的老家怡宝？聪明，其实我也常常在想，想我们的老家，有时候做梦也要梦到他。特别是我们小的时候的事情，还有大海边的落日，我也常常问你，它落到哪儿去了呢？你告诉我，它落到印度洋那边的非洲去了。啊，对了，还有啊，你很喜欢吃榴莲，你常常让我剥榴莲给你吃，结果扎得我满手都是刺。什么呀？不是，那是你故意扎的，为的是让我给你挑刺，还让我给你吹手。小时候，那是生活真好啊。你知道，现在我们家的虾池啊，已经被填平了，要做公路了。我们还可以有啊。在怡宝再买一座虾池。还是要走啊。嗯，是因为杨正后天回来吧？是。但是我有错，多年以来我们家太重视公司的事业和发展，忽视了家庭的感情联系。妈，这和你没关系，这是我们自己的事儿。我还是舍不得你，所以你就强迫了我。你的强迫不是打吗？你恨我？不，最近呢，我老是翻看老照片，一想起过去，我心里就觉得惭愧，觉得对不起你的父母。
于我亲生父母的事儿，何必再提呢？你是个善良的孩子，我知道我没有权利留下你，但是我的心里头是真舍不得让你走，因为当年的杨征不是这个样子。你知道我说的不是他进了监狱，这我知道，杨征的原来不是这样的。你们还能不能重来呢？妈，一个东西破坏容易，再建起来就难了。静绪不也是这样建起来的吗？妈，你怎么糊涂了呢？公司怎么能跟人比呢？哎，公司怎么不能跟人比呢？一个公司啊，你以诚相待他，而不是作为一种功利的手段啊，你为他牺牲，为他付出自己，他怎么就不成呢？人不也是这样吗？妈，我为杨振做出牺牲，为他忘掉自己还不够吗？是啊，所以我说我没有权利要求你啊。可是你走了，我心疼，我等于失去了我生命里的一部分。妈，我对不起你，因为我没有勇气再面对那样的日子。算了，要走走吧，人这一辈子就那么回事儿了。妈，我想把贝贝留下。怎么了你？你不是拼死拼活才把贝贝争到手的吗？这些日子我想了很多，我觉得贝贝还是在这儿的好。您叫我吗？你去给我订一张去巴黎的飞机票。哦，您是要单程的还是要往返的？什么单程往返的？啊，在北京你还有很多业务，现在你今天怎么这么啰嗦？想去你就去。好，我去。爸坐一会儿好吗？嗯，来。
么说，我还是你们的女儿。可是我真的不希望你走啊。那时候你才八岁，比阿正大三个月，他叫你姐姐。我们整天忙着大干快上，一点都没有时间可以照顾你们。是你一直带着他，带他去上学，带着他一起抓泥鳅，到大海边去捡贝壳，还在沙滩上用沙垒房子。那时候的阿珍可真是听你的话。那时候我们困难，用的衣服都是供着穿，供着穿也是补丁加补丁，只有一套好一点的，他老是喊着叫你穿，说姐姐穿着好看。走也好，不走你就得一辈子背着这么一个不懂事的、心思怪癖的、能力上、做人上、心胸都比你小的弟弟。真是难为你了，这么多年又做女儿又做媳妇又做姐姐又做妻子还是母亲。爸，哦，梁先生，对不起，夫人今天有交代，她不见客。我只想跟她说两句话。可是夫人交代过了，她一律不见客。记住，出去以后要为社会多做贡献。好，谢谢。好，你可以走了。好。回家吧。到少妹那儿，道歉去了。你怎么知道？答应他的方案来做我的工作，是不是？没有，他不高兴，没让我进去。那你是同意我的方案了？可是我真的很想听听你的想法是怎样的。你还是想听他的方案，绕着弯来说服我，是不是？不是的，刘同啊，是不是我们三个人可以坐下来好好的去商量一下，好好的商量一下。用不着跟我商量，你找他商量就好了，你去找他。走吧，去找他呀。
咱们这房子是怎么赎回来的？金成波被抓起来了，你知道不知道？这我知道，妈上次去时跟我说了，这是他自作自受。后来对他的金氏公司进行了一次财务清查，发现他早已资不抵债，而且在吞并我们金氏公司时玩了好多鬼，使了好多不合法的手段。后来在拍卖他的剩余财产时，我们家有优先权。后来二郎把房子赎了回来，交给爸妈。怎么，你到现在对阿郎还有成见？不是，我只是觉得我自己做人做得很惭愧。你怎么来了？嗯，哦，爸，啊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我，哎，真乖呀。你看，齐婶呢做了一点八宝粥，让我给若彤送过去。啊，他也没什么亲人，就算是一点亲情。啊，那三妹那边呢？有没有人送过去？他也没有亲人呢。你放心，阿娟她送过去了。阿郎。你一个人在这干什么？看你这样子，是不是有什么新的麻烦了？为了件新厂的事情，上面和若彤吵了一架，我劝他们两个，他们就把我骂了一顿。啊，这个，爸，嗯，我这两个女人把我夹在中间，我真的不好受。我该怎么办？不，这事儿你不要问我，我听着都害怕。啊，贝贝，走，走。嗯，我跟大哥在一起。哦，贝贝，快走，快走。
若彤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还要问你呢，你这是干什么去？我旅游。去旅游？你昨天还说有一大堆事情要做，今天说走就走，还说什么旅游？我们坐下谈谈好吗？好。你想走了，不再回来了？少妹，你别走，我想了好久了，我觉得你跟他更合适一些。你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大，你为他吃了那么多苦，你如果没有他，你这辈子都会很苦的。不，若彤，我也想了很久了，你跟他更适合一些，你帮他做事业，你帮他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，如果没有你，就没有他的今天。如果你不跟他在一起的话，那太不公平了。我帮他是我愿意，我并没有索取什么。我跟他从小一起长大，这只是偶然，怎么一定要有结果呢？况且我有家庭，我有孩子，我还需要什么呢？少梅，真的，你千万别走，你这样做太对不起他了。你知道吗，我们在怡宝的时候，他心里只有你，他一遍遍跟我说起你。在海边，在你原来养虾的地方，他满脑子全是你。你没看到，在孩子被金城波抓走以后，他像疯了一样，他为此付出生命都在所不惜。你和他的这段经历，在你们俩的生命当中，怎么能抹得掉呢？你错了，他心里只有你。他看你的眼神是那么充满激情，你跟他在一起，他的生活就充满了活力。我这次回来才发现他整个人都变了，他不再是那个小小的养虾人，他的胸怀广阔了，他的本事变强了，意志更坚决了，也有了更大的志向。他不仅仅爱你，他还受着你的影响。不对，少梅，不是我的影响，是中国，是北京，是这儿的人，这儿的环境，这儿的文明给他的影响。那好啊，那就让他留在这环境中间，你就是这环境和人的一部分呢。所以我就更不能让你走了。你们两个在这种环境当中美满的生活，你们的家庭和你们的孩子也会有一个美好的明天。哼，这就是你们北京人所说的那样，想把我绕进去，是不是？况且来说，我的事情凭什么要你管？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自私啊你？我怎么自私了？你不要的人要塞给我，他有什么好的呀？傻里傻气的，一点也不懂别人的心。你怎么知道他不了解你的心呢？他这个人老实，又不会说假话，你难道这都看不出来吗？歇菜吧你，都成媒婆了你。我的事不用你管。你，我什么我？小妹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总是碰到一块儿了，你知道吗？其实你在我心里边是我最好最好的朋友，也是这世上最好最好的人。若彤，我心里也是这种感觉，所以我绝不能让你走。少妹，小妹，我们都希望你走，你就听我们的，别走好吗？好吗？
就这个。啊，对对，好，笑一点，好，笑笑笑一笑，笑，哎，快点言语。哎，好，好，好。我爸我妈怎么还不来啊？要不咱们别等了，咱们先开会吧。哎，我哥说的对，咱们先开会吧。这么重要的事儿，我想他们不在不太好吧？就是啊，就是啊。阿郎，你说呢？嗯，我看呢，还是等吧。宋明也没来，我们还是该听听他的意见。哎哎，我妈来了。嘿，妈，妈，我爸呢？今天你爸写的那本《天涯海角忆当年》正式出版发表了。是吗？我爸是亲自就出去了。妈您坐。不过呢他说了有事可以及时跟他联系。好好好好，妈坐，开会吧。那好吧，我们开会了。好吧，好，开会吧。我可以进来吗？哟，慕容小姐呀。少妹呢？这是她留给你的信。少妹走了。她怎么走了呢？她怎么还是走了？说她答应我们好好的，说不走，怎么突然又变卦了呢？慕容，如果你相信我的话，你就告诉我她到哪里去了。一个人可以没有事业，但是不能没有亲情。你告诉她，她即使到了天涯海角，我们也能把她找回来，因为我们是一家人。是啊，你说吧。他要去巴黎，十二点的飞机。十二点。十二点。哎呦，那现在还有四个小时，还来得及呀？赶紧去找吧。去找吧，赶紧去找。来，走吧。走走走，赶快去走。走吧，走吧。你们先走，我和妈一块去。好吧，走吧，走走走。那我们先走了。走，你好。我们走了。阿姨，如果我们把少妹找回来，那我该怎么办？那是你自己的事情，我不太好说。不过我想，你一定会比我们这一代人强得多。Thank you.
星星天